危险哦。不会啊，不会。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那个很快啊。他是做那种小 baby 出生啊，对啊，那个年轻出生，很快，不用半个小时就进去。那手放下去，这样拿起来，这样。然后那评审委员问说：“啊，你这个要卖钱吗？”他说：“你要做多久？”就是问这些内容。哦，你要说。你应该说我就是要卖钱，帮我出来，就是就是要赚钱啊。考试去那边都做公益，他说捐发票你就可以了。哦，如果我去，我当然说当然是要赚钱。加上的业绩，对，再加你。嗯，他的业绩好不好？放贷。他在做保险吗？没有啊，他在卖咖啡机。咖啡机。现在卖咖啡。现在在卖咖啡。对。咖啡机。咖啡机哦。不是咖啡哦，是咖啡机。不是卖咖啡哦。咖啡机器啦。咖啡都卖给公司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没有，也有咖啡豆啊，机就啊，真的咖啡豆，咖啡机才卖一次而已，咖啡豆才赚钱啊。对啊，你们如果有兴趣想买，可以跟他买。这样也有业绩才会有薪水啊，应该有基本薪，应该有底薪呐。我在想，我不太清楚。啊，如果业绩不好，人家就要叫你走路了。对，就都是都很现实，业务都是这样啊，所以很现实。哪有？你只要愿意做，应该都。问题是你，我不相信你，干嘛继续做？对啊，都是会让你自己走啊。对啊，是不会干的，是吧？当然啦，当然。问题你赚不到钱，你也不想做。对，就是因为而且老板会一直给你压力。叫你走啊，你赚钱啊，对。嗯。意大利的。啊，这个问阿健，阿健应该很了解，对的。咖啡这种东西，那个咖啡，本来说咖啡喝多会只是失聪，对啊，后来证明没有说不会。不会啦，我看昨天报纸，适量就好了啦。有人在讲，就不会。你不要吃过量啊。什么东西嘛，都适量就好。其实他会制片活动哎。人家老外都几乎当开水喝啊，所以老外很多是骨质疏松的。他们因为他们几乎是当水喝一样的，所以咖啡最早是一样。就是一直在喝。咖啡最早是一样，非洲人来当药。对，那个喝了以后没喝会头痛。头痛喝那个会好。对呀。真的哦。头痛啊，治头痛啊。就中毒。哦，那戒咖啡的时候是很痛苦的，跟戒咖啡反而会睡觉。但是人家一般都是餐饮，他们喜欢睡觉，就是不餐饮。真的吗？老外餐，怎么老外餐堂？老外餐堂的。上次到法国去，有他们。关系拢都是小杯的，那是老外。那是你是鬼手吧？没有，没有。之前我帮他去买。那是浓缩的，我跟你讲，是浓缩。还没开始聊以前。帮你稀释。浪费。没有味道。对，自己煮的就不加糖了。就这样。泡现在比较难，有时候也是泡酸而已。有的就好。这样比较方便。都是干杯的，对。连喝咖啡也要干杯，对不对？喝酒也干杯，喝咖啡也干杯。喜欢的拿给人家磨就好了。炒啊？可以用磨就好啊。
不是，他说放很久的会不会坏？会。如果你已经炒过的话，很久就会有油耗味。嗯。要不然你就拿的是那个当初你就应该感受到那个。我们把不透明的东西再稍微点一下就好。UV 的，你可以丢到冷冻室，它可以保存的久一点。对啦。千岁的，我改千岁酒。那么好的咖啡，你得给粉红色和外衣。我老是在用这个。因为我没有那个豆子，本来说要拿去，用老师的几大半的。姜几烧，姜几米。就是要没有。你再把花稍微再加一下哦。用不透明的方式加哈，我加那个是半自动的啦。啊，你如果你当初如果知道，我就最起码我帮哥哥人家嘛，我稍微上。对，家里的也很少在喝。我们家大概都是我喝，所以也就不会清到多心动。哇，其实你的红色好多哦。坏习惯一堆，又喝茶又喝咖啡。那是坏习惯。就喝到最后喝白开水，就会觉得没味道。喝过。